慢慢培养你，你怎么去看，或者说你真的平时就要去关心一些事情。好，比如说像虽然我是亲子共学的，可是假设我不是亲子共学的，我就会有兴趣，共学这个观念是什么？你平常有看过共学这个观念吗？啊，你有，比如说你可能在什么新闻你有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兴趣去看一下？也许不是很了解，啊，可是你知道这个亲子共学这个观念，啊，或者说我刚刚讲一个，比如说网络直播这个事情。网络直播，那你们有没有就是平时就查一下网络直播是什么？那这样子你因为你平常就有在注意，哎，今天我看到这个了，那，啊，你就会有感觉了。好，虽然你不是那么了解，可是你就会对它产生兴趣的。好像那个好人帮啊什么，这个你平时就是不知道，因为这些有时候新闻都有。那你假如说平时有注意的话，你也许你对那个现场的东西就会比较有想法。那我觉得我最有感觉当然就是树啊，对不对？譬如说那个树啊，那个树就被砍头啊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？因为这一次被砍头吗？那个树被砍头啊。因为这一次吗？不是不是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一只右边那一只就被砍头啊？你们有没有发现？那个有一个名字叫去顶修剪，好，就是修树，它不是修上面，对不对？人家说修树，修上面，可是它不是这样修，它就整个把它砍断。好，那假如你们有兴趣，你们就回去查一下什么叫去顶修剪，啊，它会有造成什么后果。好，其实这个几年后，这边就会很危险，哦，因为那个树枝就有可能风大就断掉，大家看得到吗？啊，哦，就是那个树枝被砍头的那个地方。哦，那像以我来讲，也许大家没看出来，像以我来讲，我就会看到那就是一个问题。就你最熟悉的地方？哎，不是说我最熟悉啦，就是因为我之前有接触过，哦，所以大家假设要去对一些题目有想法，应该还是平常就是多看一些东西啦，多关心，或者每一个题目，也许你真的不是那么有兴趣，那也许就了解一下，了解一下。他们可能有的要做。对啊，有人要先走，有事的就先走哈。11:30。那我要先走了，谢谢大霸龙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同学。